对啊，有可能啊。他每年好像已经砸死我了，死我了。跟台湾比较发达，我们活下来多少？至少也要得一两百年，没那么快。如果碳排放量可以减少的话，其实这个不是太大的原因，因为说这个气候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该来的还是来，因为它会加速。但是那个速度呢，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快，所以你可能从那个几万年的东西，它变成几千年。但是那个暖化的趋势很快，就像你结冰球都是，你结冰以后气温上升，你再回去结冰再上升，这本来就是在讲。我们活着的时候还可以的。工业污染其实跟人的健康有关。他说从疫情开始他就没打球，但是太好厉害了。